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圈科技。都说科技改变生活，确实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，很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机器人的发展，机器人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很多困难。本期小编就和大家介绍五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仿生机器人吧。第一款就是 Fast 公司的蝴蝶机器人，是与实物最接近的一款仿生机器人，外观看起来非常美，但是可能会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其实这是一个高速智能摄像机，整体重量仅有32克，充电15分钟，时间可以飞行约4分钟，飞行同时还可以进行高清摄影。第二个就是波士顿机器人，波士顿动力公司，它是一家工程和机器人设计公司，1992年成立。2013年波士顿动力公司被谷歌收购，开发了一系列超高仿生性能的机器人，技术是真牛。机器人 Atlas 从一开始站不稳，到现在可以空翻三连跳都不是问题，中间经历多少磨难只有发明人清楚吧。第三种，做饭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听起来就很厉害，毕竟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不会做饭，如果机器人能做饭那不就更方便了吗？它可以根据输入到系统中的菜谱烹饪出美味的菜肴，如果这样的机器人普及，厨师们是不是会面临失业风险了呢？第四种，水下机器蛇，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活动过程中高度的灵活性和自由度。这个机器真正的用途是代替人工进行水下作业，执行计划和需要的检查和干预任务。第五种，机器狗，很多喜欢狗狗但是家里不能养的朋友，福利来了，这款机器狗身上有传感器，能够完成主人下达的指令，捡球、蹲坐都可以，但是部分爱狗人士可能会难以接受，你怎么看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